林一川于三年一月，一楼前方九龙半仙天母图 underscore c 第三年一月，神元巡礼周复前人讲解神元山庄一和盛唐道场文化。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大专下令营之前。林二川于三年三月，一楼中央外侧柱子对联大道白杨，表明道统渊源系统 underscore 提到西秦西川四川龙华盛会 underscore c 第三年三月，神元巡礼周复前人讲解神元山庄一和盛唐道场文化。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大专下令营之前。零三 track 二 a underscore c 第三年一月，一楼中央内侧走廊对联心意意和，表明师承 underscore c 第三年一月，神元巡礼周复前人讲解神元山庄一和盛唐道场文化。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大专下令营之前。零四 track 六 underscore c 第三年一月，一楼佛堂祖师与活佛菩萨像与天花板的八卦图，为照方位牌而是配合主神弥勒祖师由一千六百多年樟木所雕刻成的至于济公活佛与观世音菩萨像，是用六百多年樟木雕刻成的，与干卦天对应来排的 underscore c 第三年一月，神元巡礼周复前人讲解神元山庄一和盛唐道场文化。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大专下令营之前。零五 track 一三年二月，一楼东侧 underscore 道统名师像，三皇五帝十二生肖，中国历史与西洋现代史，五行生克与朝代更迭，与二次大战越战胜败分析 underscore c 第三年二月，神元巡礼周复前人讲解神元山庄一和盛唐道场文化。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大专下令营之前 MP3零六 track 二 b underscore c 第三年二月，一楼十二生肖，中国历史唐与宋金与西洋现代史，五行生克与朝代更迭，与二次大战越战胜败分析 underscore c 第三年二月，神元巡礼周复前人讲解神元山庄一和盛唐道场文化。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大专下令营之前，更正今灭宋朝为今灭北宋，元灭南宋 MP3零七 track 二 c underscore c 第三年三月，三楼佛龛二十个大字与云宝二同，代表纯阴纯阳，九龙朝仙天母凤凰与和氏璧完璧归照，金雀二香，关圣帝君与纯阳帝君 underscore c 第三年三月，神元巡礼周复前人讲解神元山庄一和盛唐道场文化。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大专下令营之前。零九 track 三 underscore c 第三年三月，三楼西侧走廊图绘万点金莲师母心语underscore 神元巡礼周复前人讲解神元山庄一和盛唐道场文化。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大专下令营之前。零八十十一 underscore track 四正五正六 underscore c 第三年三月，神元巡礼岑先生讲解神元山庄一和盛唐道场文化。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大专下令营之前。零八 track 四 underscore c 第三年三月，三楼东侧走廊图绘万众朝天济公活佛掌道盘
underscore 神元巡礼岑先生讲解神元山庄一和盛唐道场文化。中华民国91年大专下令营之前，提到行尽世间天下人，唯有修道不误人。underscore 提到台南艺术学院教授曾来参观，称赞盛唐的道场文化图文。09 track 5 underscore CD 3年3月4楼东侧走廊图绘万流归宗弥勒祖师掌天盘，形容天命的宝贵。underscore 神元巡礼岑先生讲解神元山庄一和盛唐道场文化。中华民国91年大专下令营之前，十 track 六 underscore CD 三年三月四楼西侧走廊图绘万众仰止，指形容院长大人的志节。神元巡礼岑先生讲解神元山庄一和盛唐道场文化。中华民国91年大专下令营之前。